嗨，大家好，Anthony 啊，哇，现在准备去珠海啊，对不对？上一秒钟啊，我还在拍视频，然后现在马上呢就去开车去珠海玩。我们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、想走就走的旅游。Let's go 啦，现在出发去见女神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女神就接到了哇，我们现在呢就出发啊，去珠海，去豪哥花姐烤生蚝店那里吃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去那边2个多小时 ，Let's go 了我们。哇，哎，这个服务区里面好漂亮啊，哇，像一个商场一样，哇，买东西，哇，这边还有按摩椅啊。姑妈老婆品蛋挞，哇，油条，刚才看了这一个叫咩海底椰菊花菇啊，几好哦，几好味，润喉，很润喉啊。然后又买了2个老婆品和1个苦汤啊，这个虾我冇食过，就买了2个老婆品，哇，刚刚新鲜出炉的，好香，哇，又脆，试一下，对哦，这老婆品这个粉有点多，不过很脆，试一下这个葡挞，看起来呢，这葡挞一层一层的，应该是挺脆的，但是呢，不知道这个馅呢、好不好吃，得哦，这个葡挞表面有点酸甜酸甜的哦，哇，刺激我的味蕾哦。哇，比澳门的葡挞仲好吃啊！正呢、这个姑妈，姑妈乜嘢唔记得乜嘢？你看着城里花灯初上，灯火下人们行色匆忙，满天的霓虹下歌声绕梁，谁唱着离别，谁唱着希望啊？哇！终于来到珠海这边了，把车停好了，现在呢前方300米走过去啊，就到这个豪哥花姐啊生蚝店了。好了，现在呢来这边看一下这个菜单呢、烤生蚝的菜单呢、对不对啊，都是烧烤多一点，我得叫60蚊一打，一打12只，好吧，哇，点了2杯嘢饮啊，哇，你啦炒粉好快，经典可乐，好久没喝过，以前小时候专门喝这个，还有这种习惯。谁分？李姐。大众点评，珠海这边第9名，对吧？哇，爱吃这些才风味，现在全都是这种连锁店的了。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市井的风味，现在要吃呢就是要找这种市井的风味，人间味，初中的味道，哇，爽啊，对啊，我弄一个辣的来试一下，哇，哇，辣都好吃，这个烤生蚝真的是棒棒的，你看，好野味，好开胃的，你新鲜好多，好唔好？因为食落去系滑嘅，吃起来是滑的，滑嫩滑嫩，炭香炭香，它又弄得它又不过老哦，又不会太生哦，反正是适合我的口味，所以来这里吃呢，生蚝、
炒米粉必吃。嗯，这样。哇，还有鱿鱼。哇，点了份这个鱿鱼，是不是？这鱿鱼真的是烤的很漂亮，不会焦。哇，好像孜然，好像这个孜然的味道。它不像东门烤的，东门烤那些是很焦的、很硬的。这个是生烤，它是慢火烤的，是吧？即系咧，佢唔系烤熟嘅烤嘅，呢只咧系生嘅，生烤。哇、哦，这个秋刀鱼啊，真系正啊！这个秋刀鱼呢，挺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有点酸酸的，有点柠檬味道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呢，我们这几个人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巧，对吧？点的都是招牌菜，最多人吃的。哇，哎，香肠啊，童年的回忆、啊。来试一下这个鸡肉烤肠，肉香，又不焦。试一下这个牛肉粒先，外脆里嫩。再试一下这个牛肋条，牛肋条。这筋比较多一点，我也很香，好吃，烤得刚刚好。吃烧烤哪少得了韭菜和肥猪肉？吃烧烤，几时要吃这个韭菜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试一下这个烤肥肉先。烧烤一定要烤这些肥肉，我看。跟那个露天烧有咩唔同？肯定系呢度好食过露天烧烤啦，所以说千里迢迢。过来珠海，对不对？肯定要找一些美食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，对吧？来到珠海这边，就是第一站，就是这个豪哥花姐这个湛江烤生蚝。和豪哥花姐招掌相片，留个念，祝生意兴隆。